我们今天带的是什么眼镜？七情五欲。贪嗔痴慢疑，带着这么多东西啊，所以把这宇宙之间一切万象啊，全都看错了。智慧没有了啊，这些眼镜统统拿掉。你用真眼见外面的真法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不放下，永远见不到真实，自己欺骗了自己。妄不是别人给我，自己迷了，自己制造的虚妄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自作自受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最重要的是离妄。经上讲的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种分别妄想，执着里头又分很多类，最严重的情执。情是什么？七情：喜怒哀乐爱恶欲。欲又分五类：财色名食睡。大乘里面讲啊，七情五欲啊。能不能享受？难。菩萨也享受，佛也享受，凡夫当然能享受。凡身不一样，是用心的，用心不相同啊。凡夫有染着，就是他享受啊，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。佛菩萨享受，心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所以他的享受是清净的。凡夫的享受是染污的，为什么？他带着有贪嗔痴，有情爱，有怨恨，有欲痴。佛菩萨没有啊，佛菩萨对一切法清净平等，自他不二啊！佛菩萨认知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
跟自己是一体。这不一样啊！啊，一体是真的，对立是假的，对立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时时刻刻要能够警惕自己离妄。啊，离妄就是离妄念。如果这个外面境界对我诱惑很严重，我没有办法抵抗它，那就离相。我离开这个境界。啊，不受这个境界干扰。一般在初学要这样做法。啊，真有功夫的人不离，他是心离身不离。啊，事上离，啊，这个事上不离，理上离，相上不离，性上离，这叫真离。啊，那就是华严境界。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不着相嘛。啊，如果着相，就得要离。啊，要练，练到了即相离相。啊，就在相里头不执着，这功夫成就了，这就没障碍了。要会修啊，要懂得修啊。佛教导弟子四条重戒，这从前老师常常在讲经的时候提醒我们，啊，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，不做过贼就决定不可以做伤害国家、伤害社会大众的那些事情。啊，不帮过主。啊，过主就是今天讲的领导人，从中央的领导人，啊，到各个阶层，啊，省、县、乡、村，啊，村长是一个村的过主啊。啊，所以过主是各个行政单位的领导人。啊，他做的再不好，做再多的错事，不可以回报他。这佛门弟子。啊，他做错了，自然有过法制裁他。佛弟子毁谤，那就犯戒了。佛法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总要记住啊！啊，任何人有过失，不可以回报，养你自己的厚道。啊，劝导人是可以的，啊，劝导人有理，啊，不能有第三个人在。你可以劝导他，我们一般人讲要给对方留面子，
对方会感激你。大庭广众当中，那是批评他，那就结下冤仇了。这个冤仇结仇容易，化解很难。啊，言语都不可以。怎么能有行为呢？啊，另外两条中介，不漏国税，国民对国家纳税是义务，应该纳多少就要纳多少，不能偷税呀。啊，偷税是犯盗窃，这个盗是盗国家的，那个罪就非常非常之重。啊，你怎么可以盗国家的钱财？第四个，不犯国制，国制是国家的法律。啊，决定不能犯法了。那真正佛弟子必须要遵守啊！啊，生活再穷再苦，都不能够犯戒。啊，一定遵守如来的教戒。啊，改善我们自己生活，佛讲了。你想要财富，修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看，你要的这三样东西可以得到啊。佛都教给我们了。第四个，业相近。业就是造作。啊，中国智慧里头，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。啊，你在干事。事造完了之后，它的结果就叫做业。啊，所以自事是从相上说的，业呢是从果上讲的。所以业即身口所作之业。啊，为修行之人，无量劫来所作善恶诸业，或已受报，不复更发，已经报掉了，不会再发了。还有没有受报的？这个业还没报的，于静心中啊，豁然具发，这个业发了，业有善。啊，善业发了，好啊，福报自然现前。啊，如果是恶业发的时候，这冤亲债主找到头上来了。啊，或是现前的。啊，你曾经得罪他，他来抱怨，他来讨债。啊，或者是过去生中的，
那就是鬼道里众生的，魔道里面众生的。啊，这些过去有怨有债务啊，他会来索命，会来讨债，遇着这些麻烦呐、啊，啊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，不知道在什么处所啊，发作了。该善业将受报，古法，你的缘成熟了，名利都来了，你就发了。说恶业来自报，恶业来就麻烦了，来抱怨的，来讨债的。啊，这个缘成熟了，哎，他也发。于此善恶业相现实，勿喜勿怖。啊，一个修行人遇到顺境，遇到善缘，啊，不要喜欢，啊，不要得意洋洋，这个不好。这不是处置好方法，好方法是如如不动。啊，我们要做更多的好事。呀，你比如突然发财了，好啊，要拿这些财多做好事，不要自己享受，自己享受福报不就享完了吗？我用这个福报再赔福报，让我的福报永远没有间断，这是处理的方法。啊，如果是逆缘、逆境、恶缘，要化解，所以也不要恐怖。如何化解呢？真诚的善心，啊，善言善行，让这些冤亲债主见到都感动，都尊敬你，他的报复就很轻了，就不是很严重。所以勿喜勿怖，这是基本的原则，一定要能守得住啊，这是正确的。这些事情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定什么时候来，不定什么时候遇到啊，迷虚勇冠啊，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啊，用前面讲的十种观啊，这十种里头用哪一种来对治啊，令业歇消歇心啊，要让这个业消掉。菩萨怎么消掉呢？菩萨用三轮体空就消掉了，
世间人造恶业知道消，善业他不知道消，善业也得要消啊，不消的话三善道受报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而且三善道也很麻烦，为什么呢？时间太长，人间的寿命短呢，天人寿命长啊。四王天地一天是人间五百年，他的寿命一般都五百岁，一天是五百年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越往上面去，辈辈相承。桃李天地一天，人间一百年，寿命一千岁。你就晓得，到那么长的时间，你闻不到佛法。麻烦在这里，你不会觉悟，你在那里享福啊！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菩萨断恶修善都不要执着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不放在心上，这叫敬业。你造了，造了没有完，然后。那造了恶业，念念不忘，变成怨恨、仇恨。啊，善业念念不忘，变成情执。这两样都让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无论造什么业，善业恶业，都别放在心上。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好啊，啊，这样我们的业就变成敬业了。啊，这个业泄性啊，把这个业让它泄落掉，也就是让它给化解掉。一次不是回向无上道，痴心不悟。回向，经上常常讲的三种回向：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法界。这就对了。啊，不求自己，啊，也就是一切功德不为自己，为无上菩提，啊，庄严无上菩提，为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绝不为自己求安乐。其实，为众生，为菩提，都是为自己。
自己境界提升了，向着无上正等正觉。修净土的同学更直接了当了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。回向经庄严佛净土啊，那就是正法求助啊。回向众生。所有一切功德都回向众生，都是为众生做的啊，没有一样是为自己。我们看诸佛如来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清清楚楚。诸佛菩萨自己放得干净的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不但四相没有，连四见也没有。四见是心里头连念头都没有，才得真清净、真平等、真自在啊！想想以前在迷而不觉的时候多痛苦，日子多难过啊，每一天生活在忧虑恐惧不安烦恼习气之中，